人家在下面起劲啊，你来敲不着门，那不好听啊。啊，别下次你在下面起劲的时候，我打你的电话。好的，你下次跟我说啊，你上火的时候提醒跟我说，然后再过15分钟的时候，我打个电话给你啊。那我哪不是你？告诉我。啊，那我现在正在干活呢，你打的不好啊，你。我是什么时候来大陆啊？